我想搬。原来有啲嘢咧，一早完咗噶啦。双人床唔易瞓，瞓觉都要有默契。瞓多阵先，瞓多阵先睡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有人发现一颗全新的行星，就有权利帮他取名字。我想叫佢做玛嘉莲。人同人之间唔系中意同唔中意咁简单嘅，你有啲人你中意佢，你唔会俾佢知道。嗰啲美好回忆啊，毒药嚟噶。你踩界啦！你根本就一直都知道自己想点，你知道自己知噶。Sorry 啊。有啲嘢系你嘅，就算走咗都会翻嚟噶啦。好耐冇见。玛嘉莲与大卫系列 CC 星期一晚9:30 Feel TV。